86岁李明启路边等公交车，满头白发，打扮朴素，穿一身旧衣，太接地气。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偶遇李明启等公交车的画面，当天因为公交车突然停运，很多乘客都站在公交车站空等着，其中就包括李明启老师。今年已经86岁的李明启状态相当不错，不仅看起来体格硬朗，打扮也是简约又干练。生活中的李明启其实就是一个淳朴简单的老太太，之前在机场被大家偶遇时，她正用一条围巾包着脑袋保暖，穿着也是简单又普通，自己拖着大行李箱，光是看背影的话，大家根本就认不出来她。因为《还珠格格》的爆红，容嬷嬷的恶毒反派形象已经深入了好几代人的心里，但作品终归是被演绎出来的，大家或许会带着角色滤镜来认识一位演员，但明星本人的模样也只有在走下舞台，离开聚光灯之后才最真实。李明启老师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，每次看到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他慈祥随和的模样都会把大家的记忆带回到童年，这大概也是优秀老艺术家的独有魅力了吧。